关键最能接动，确实是没想到啊。出生之土的先祖都与我同行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艾欧尼亚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。心声太吵闹了，杀！全军出击！你和他们是一伙的，安全。杀他呀！干哈呢？你他妈喜欢反语是吧？喜欢反语？我操！怎么那么多人？诚心归顺。兄弟们，就这都打不死一个呀！我们照料。我是真佛了。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就要扛起这个世界的重量。学个一打你，打吧。玩的这么神气，这小法师他妈走到这里这个位置跑过来，走我们家野区，在眼上他妈蹲着都杀不了，真他妈让人生气！哎呦，操！我开始狩猎，瘟疫蓬勃，还能干点啥？你说？上善若水，不卑不亢，无形无妄。祖母，万物之力。我们不需要帮助，万物之灵，请引导我。学个鸡吧，凤凰，这把玩鸡的。重生，感觉自己也反不了。所有同胞，算了，不反了，反不动啊！我反他也，他过来，我应该能干过他。凡界、灵界，我在其间游走。人寻之狐。干不过。青丘之风，永江，我们永恒不灭。还好我跑得快。弗雷尔卓德是一个生意，而这个世界是一场合唱。与灵同行，我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极限。打人不掉血，哎呀，这小鸡子！艾欧尼亚之灵遭受了苦难，但这英雄 R 不是这样用，难怪你打不过，你牛逼，行吧？上线一天你就知道咋用，你可牛逼了！你这么牛逼，你怎么不是国服第一乌迪尔啊？你去那啥去吧，要不？你去写个攻略去吧，要不然我们咋学呀？是不是？忠实的保卫，这也学不会呀，不会玩儿啊！你写攻略吧，你这么牛逼。再写呢？行，我看看你能不能写得出来啊。平衡位置，我们绝不能放弃。
我一说呢，就说我急了。你他妈菜逼一个，你写啥攻略呀？啊，你写啥攻略呀？我们跟随着命运的。这牛逼呀，你吹的！你会写个啥呀？教这教那的，一天天。我决定出把 AP 的看看，就是我的命运。那就来两个小搜，我们照料所有同胞。我和兄弟就庇护这个世界。前寻之虎，青丘之风，我们的心就是家园。我们照料所有同胞。目前这英雄就我们都在摸索阶段，你知道吗？看看到底什么出装，每个都试一下。专注，哎，人家可倒牛逼了。你这个 R 不是这样用的，难怪你打不过。我就讨厌那些啥也不是就这贼能吹牛逼的，天天。熊母，我能按下头脑中的风暴。狗屁也不是，就他妈知道叭叭，就拿嘴玩游戏呗。贼膈应人。烈焰火凤，将百兽之王都赶上一块宰制。娘的力量！蓬勃，我们照这我就不拿了，我去他们家拿个红。巨熊的忠厚，我也不是熊啊。真的，我就这么反个野呀？那小法师都得来一下。我就这么反了，野的小法师都得来一手。这也能晕着我？有眼儿啊，有眼儿也反他呀！哎，这都晕着我，确实不应该。我决定来个蓝莲汉的折磨。我们重归完整，折磨他们蓬勃。伟大的野兽值得拥有高贵的死亡。照料所有同胞，艾欧尼亚的众人与我同行。上下长歌，熊母，前寻之虎，瘟疫蓬勃。
巨龙的灵魂就是生命本身。打的我是真烦呐，兄弟们呐！我的灵魂已经得到了修养，我们再来一遍。熊母。哎，我操你个妈了！能不能来个人跟我把那小法师给我干了？这他妈野区还得打两个人吗？玩个游戏呀、啊？啊，那野区怎么老这样式儿？一整他妈小法师跑过来，一整小法师跑过来了，干啥呢？打得这么膈应吗？而这个世界是一场合唱。祖母，这种活泼让我不太习惯。烧他！春意蓬勃。我寻思，我们祖儿也不用近身儿，放觉醒儿搁后边打 poke， 来个两个面具搁那烫人。前寻之狐，寒冬之潮。不需要帮助，你他妈还要个蓝 buff， 你给我滚，你快点给我滚，打得我都他妈气死了，还在那还舔个脸，还在那要蓝。我们照料所有同胞，熊母在希拉纳训导熊狐。你看看我整个啥在这破口烫他们。瘟疫蓬勃，我们是生与死的守护者。下回不玩了，这墓地人啊，这是一点垃圾。九洞灰燃，我追他！我与你同行，种下只巨龙，盘绕世界的大蛇。前寻之狐，引领我吧，船长，能杀吗？我有点不想出了，我想出右边。
我不出右边杀不了这小马。我看看这卢仙我能打过吗？安静是一种天赐。瘟疫蓬勃。还没来。镇住寡人。我们家的那辅助地缚灵没办法受气了，人家家辅助一顿跑，我们家辅助地缚灵我们就受气。心如止水，我跟你俩走吧，要不心如止水，我不跟你俩走，那去哪都有那小法师，我他妈一个人得打两个人。照料所有人。春风伯，艾欧尼亚的命令。杀人！我们不需要他的命。我们照料所有同胞。冰秋之风，别再忧虑。能母，一会儿团战打起来，我就放个R，完事我就搁后边poke。环境，我都不往上上，我就放个小旋风，我就当冰鸟玩的英雄。东之朝，万物之灵，请引导我。你这 R 根本碰不到人，我知道啊。不动推燃，我们照料所有同胞。刚不让出 AP 吗？不，你们让出 AP 的吗？问能不能出 AP？ 我说不能，我说肯定不能。我们不需要帮助，这不给你来一把 AP 的吗？你看指定就得有人说，哎，我的就回回这样上来呢，让你玩 AP 的，完事你玩了呢没啥用，哎，他就我说那谁有人让我玩的，哎，他就会说，哎，我的就回回这个逼样。瘟疫蓬勃，平衡稳住，我们绝不能放弃。小法师跟那福爷哥算是连体伤。又一个，你咋的你？我跑。来吧。烫死他！与您同行，就要理解他们的诉求。物若临归，前寻之虎，春意蓬勃。
我直接跑，我是废物。反向宣布，我确实是废物。我们这目前这个出装与这个英雄，整个两个字废物，脑袋上这写两个字，你哎呦天哪！这英雄现在啊，就体型这么大，就纯就是个笨蛋，纯笨蛋。按错了，妈的，觉醒得按出来。要脸了不还笑，那怎么还不让我笑了？再说这跟我也没关系，确实是英雄废物。献出一切，不图回报。来吧。打条龙呗。我与你同行啊。哎呦疼，打条龙吗？三项破败聚酒卸手，他妈聚酒卸手，看几项卸手。你就这废物英雄来，谁玩他也废物，他就没用。你就别整个你好像你会玩似的了，行不行？我们不需要帮助。祖母，还不如以前了如指掌。以前最起码能有个持续伤害，人家打两下能吐个火，这他妈连火都给我整没了，直接熄灭了。高尖的纽带，春意滂沱。我感觉来个冰杖行啊，养精蓄锐。我直接来冰杖吧，面具我不要，我来个冰杖。所有的猫弗雷尔卓德是一个生意，而这个世界，我们家扫人是吗？赶紧打完吧，要不然很难搞啊。瘟疫蓬勃，万物之灵，请引导我。我们照料所有同胞。我操！我他妈打死你！我操！我他妈掏死你！也许下一次。你不怕我身后有队友吗？没成业，来吧，不用成业，红，春意蓬勃，
冰杠够粘他，得来文了，快跑！平衡位置，我们绝不能放弃。前寻之湖，净化之焰，净化之焰。照料所有同胞，不罚坦应该挺猛，猛个膀子猛。明同行，我首先要知道自己的极限。我什么的我没玩过，我出肉的我玩了，纯他妈混着一个打人不掉血。我攻速 AD 的我玩了，那让砍也当狗杀，我操！我出 AP 的我也玩了。那吹的跟张纸一样，玩意儿碰都碰不着人。那他妈出啥都有用。春秋之风，我不得啊，我就赶紧推了，我不受这折磨。这英雄我们到此结束。我跟你玩，我受折磨。罚坦你玩了，玩了呀！半右主 R 出，一共能站队友站俩，怎么没玩呢？出日炎加大面具不是罚坦吗？